晚安。小琴是不是还在播呢？请大家进来，先吃东西。Hello， 晚安大家，大家晚上好。为什么要怪腔怪调？晚安听，晚安空白。还有谁？光一，谢谢空白送的牙嘞牙嘞。好烦，谢谢轻松的压力压力。大家晚上好，今天有吃多，今天有晚餐陪我，今天有点太饿了，这个时间该吃东西。谢谢南瓜姐姐送的鸭嘞鸭嘞，晚安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的要天天开心，想要吃东西我很开心，会不会很烫？我吃煎饺。还有南瓜姐姐，我完全忘记我有说过那句话，哎，就是那什么，南瓜是姐姐这回事。那时候看到才觉得啊，南瓜看起来是姐姐。而且我滑那个滑 IG 的时候，我还有滑到南瓜的脆，然后刚好是在讲姐姐那件事，点进去偷看了一下，谢谢欧比王的捕梦王 ，Hello 卡木伊。晚安季红亮，晚安德瑞克维，晚安晚安，谢谢 QW 送的 It's time to go to bed。 不是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特效？不是特效，怎么会有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礼物啊？不可能这么时事吧？你要开心脏吗？我是被推荐的耶，他推荐在那个 IG 里面。周安刷到娜娜也被推荐，这个演算法真是神奇。晚安明猫金鱼，晚安林泽伟，吃饱了吗？正在吃，先吃煎饺。那 Life 总是很跟进时事，但他也跟得太刚好吧，刚好在我拍完那个滑到南瓜脆。谢谢刘建国的红玫瑰，用户名不能是空白的晚安大小姐，不可能这么跟时事哎、欸，怎么刚好那么刚好在我拍完的影片的后面才出现这个特效？不是特效，礼物。
谢谢韩吉的群星汇票，谢谢青的浪漫星空，谢谢黑杰克的压力压力。晚安乙，晚安早市，谢谢韩吉的星空汇票。谢谢青的闪光星星，谢谢欧比王的元气加一，谢谢青的手工饼干，晚安小乖米线。南瓜不是姐姐的话，那是妹妹吗？不觉得听南瓜这个字听起来就是妹妹的感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是姐姐，叫南瓜姐姐也不错，对吧？谢谢小易送的。压力压力，我是觉得我的压力压力念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有种特别特别台的感觉。刚滑到哪里？谢谢不想上班的压力压力，不可能。真的大家都送雅雷雅雷，我要戴眼镜了吗？我跟你们说我根本没有近视，那个眼镜是姐姐的不知道哪里生出来的没有度数的眼镜。谢谢黑杰克的 It's time to go to bed， 谢谢水豚晚安大小姐，谢谢青的彩虹小浪花。是下雨的声音吗？不是，是电风扇。最近很一直在下雨，很闷耶。我怎么没有复刻原版把头发绑进眼睛？我本来要这么做，但我后来觉得太油了，我放弃。听起来好像又有台会出现。你就是南瓜姐姐，你要带动大家唱跳。谢谢大家的压力压力。跑到哪里？先来个慢慢来，造型大获好评。我跟你们说，我拍的时候也是大获好评。其实一开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讲了，面面不知道有没有讲。反正就那时候本来是大家说要不要拍那个晚安大小姐。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姐姐就突然说我们有直视的衣服，你要不要穿，你们要不要穿，然后我们就真的穿了。穿了之后哎，我这边有眼镜，我这边有道具，我这边有什么什么，然后大家就开始换装，然后道具都拿好了，然后开始想说要怎么拍怎么拍，然后就花了一小时半吧，花了一小时半把它拍完。然后在拍的过程中也是有一些成员经过，比如说那时候原本在直播的易云前辈跟小琴前辈，然后他们就走过来，然后就看着我。小琴前辈还好，但是易云前辈就一直看着我，然后说你很适合你很适合什么的，然后反正就是他们连姐姐在拍的时候也觉得说哇墨鱼你超级适合什么什么的。然后拍完之后，因为那时候隔天不是参会嘛，然后参会有那个入场的介绍词，然后那时候姐姐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写我的，然后后来有一个姐姐她就提议说要不要写什么匿名投票队内最想交往还是什么什么的，然后根本就没有那个投票，根本无中生有，根本没有那个投票，就只是因为看了我那个造型，帮大家介绍这个故事。这两天南瓜开声波，成绩比安安还好。什么？南瓜你要出道了吗？谢谢喜德的压力压力，又有 TV 有南瓜哥哥。那南瓜姐姐要不要也去出道一下？蔬菜是姐姐，水果是妹妹。为什么蔬菜是姐姐？那我这个神秘海底生物是姐姐还是妹妹？
谢谢谢谢，就是要念怎么称呼地府大夫。谢谢你送的压力压力，但是那个道具好像最后也没用到什么，就是原本有那个看起来是可以装液体的杯子。角色是怎么分配的？好像没有特别分配欸，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变成了我们两个是执事。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先刚好在姐姐旁边，然后想说我们都要拍，那我们两个就穿执事的，然后剩下的就可能穿女仆，然后一个是当大小姐这样。姐姐真的超级，就是超级期待，不知道为什么超级期待。然后隔天参会，他们就说，不是说什么，就是反正就是隔天要参会，然后要到公司集合。然后我一到公司，我就看到一群前辈站在摄影姐姐的后面，然后看着带剪辑的、带编辑的晚安大小姐，然后。反正就是那影片几乎是大家一起制作出来的感觉。上次外面的声音在拍这个，我们到底是不是被设计好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原本只是想说简单拍一下，我们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局。我跟珍珍拍完，每一秒都在后悔。那天晚上心情超级复杂，感觉睡不着的那一种。不知道播出去之后大家的反应怎么样。我跟真正的心情特别复杂，没有这么复杂过，你知道吗？光是造型戴眼镜，我人设已经要戴眼镜了吗？可是其实我觉得我戴眼镜没有很好看，还是要看眼镜啊。这个有吗？这个就没有那个感觉啊，而且这个特效好好笑。这个没有那个感觉吧？这个感觉有点呆呆的，放弃。根本没有那个排名，好不好？没有那个排名，晚安思涵。然后拍完那个之后呢？因为其实蛮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临时的企划。然后隔天参会，姐姐就想说那天晚上要发，然后连文案面面都想好了，就是大家吃完参会，然后回去当晚安大小姐。然后那天发了之后，少彤他就说墨鱼娶我什么什么的，然后艺林就是说什么你没有在我的床前面跳了10遍，我是不会睡觉还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各种。什么墨鱼你好适合，然后我就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反应，我反应故障了，大家，我反应故障了，不知道是好还是，难怪出现最想当女友的，没有投票吗？没有，真的没有。跑到哪里？阿耶送的压力压力，只有我们两个在后悔，真的只有我们两个在后悔。我连拍的每一瞬间都在后悔，因为原本有一版我是这样的，然后那一版我觉得其实拍的蛮油蛮好看的，但是最后没有用出来，反正就是我是长这样，然后我就拍完了，每一幕拍完我都是。这样比完之后，然后结束，然后我就我好后悔，各种尴尬癌都出来了。他说我想断网了。对，我跟你讲，我拍的那时候，我每一刻都在问姐姐，这个什么时候要发？如果确定什么时候要发，我那一天就直接把手机整个都关掉。
我要封锁官方账号，太贴眼睛了。在那直播彩跳，然后不准大家剪精华，结果马上就被截设置。但真正其实是第一个说最想要跳的那个人，他说他是第一个最兴奋的那个人，但他没有想到有这种结局，你们懂吗？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个结局，他原本以为就是简单跳一下，没有想到还要演戏的。谢谢大夫送的压力压力，这套身前服装保存得很好，但其实那时候穿的时候拿出来是有点皱皱的，但还是保存得很好。而且跟你们说一个小故事，就是那个衣服在我拍完然后脱下来要换回原本的私服的时候，那一件衣服的扣子就掉下来了，他努力了。算内部投票吧，以后出个什么主题投票。好饿，我想当大小姐还好欸，其实原本是想要也是想跳直视，但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局，你们知道吗？哦，我刚才还没说完，我不是说很多成员都说要什么什么我要娶我还什么什么鬼的，然后隔天前几天我不是拍跟真正拍 Supernova 吗？然后那个运镜是嗡嗡前面运的，运超好的，大家赶快去按赞分享，超神运镜。而且他那时候还说我不会运镜啊，我不会运镜啊，然后旁边还有小慧指导，然后小慧指导了一下他就超级会运镜，而且大概拍个三四次就成功了，超神运镜。好，不是重点，就是我要说的是那一天的故事。我那天正要拍的时候，因为我原本我刚好穿这件衣服，我原本是把头那个什么不是头发衣服放在就没有扎进去的状态，原本是放下来的，然后那时候就看着真真露腰，然后我就说我这样穿会不会很像渣男什么的，然后小慧跟嗡嗡就在前面，他说你是啊，而且他们还是同时说的哦，同时完全没有 say， 同时说你是啊，然后我就说哈，我已经是渣男了吗？然后我就说我什么时候变渣男了？然后他们就说从你拍那个晚安大小姐之后，原来已经不是最想交往了，原来已经是 TP 渣男了吗？渣女渣女。我真大问号，我就想说 Why?睡前晚安问候了吧？你说就是叫你们去睡觉那种露营吗？三四情跟彗星炒面一起，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哦。对耶，刚好是彗星炒面。彗星炒面的那个521的影片是前面三个是我拍的 ，LOV 是我拍的，然后一是曼玲。我都不敢在兜聊出现，不小心搞太大，真的，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局，所以大家知道，有时候就是要随时会应变这种突如其来的命运，不知道说什么了。
安晚安晚安，张志祥被魔鱼穿过一切纸了。久违的直播吃晚餐，哦对啊，因为我觉得好饿，我觉得我要到九点的话应该是会饿死，我会晕烂。最喜欢看美女当帅哥，你说周深写真吗？出个男装特辑这样，好像不错哎，感觉可以提议给姐姐看看，可能愚人节啊，还是什么情人节，还是什么，出个男装特辑。男装版深写真，谢谢苍苍的压力压力。怎么突然在女团开后宫？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结果又一波轰动，你知道 Supernova 吗？原本是只有我想，原本是我说我要拍，然后某一天真真他就那一天他就问我说你要拍 Supernova 吗，然后我就说要拍吗，就是因为我还没想好什么时候要拍，然后他就感觉好像是也想要拍，然后我就说好啊，那不然今天拍，然后他就说什么你教我之类的。那没有啊，他有先学好，他只是跟我确认动作而已。真真也是可帅可甜，真真一切都准备的妥妥的。谢谢 Free Plus 送的缘分相遇，终于有个人送个正常的礼物了，正常的礼物。谢谢黑杰克掌声鼓励，第二位送正常礼物的人。没关系，你可以砸。Why？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应该进来 TP 的梦想是要当渣人吧？谢谢 L 上的缘分相遇，谢谢。真的是不可能欸，不可能要当渣鱼，香脆脆油渣渣。吃，我跳舞那件裤子好看，你说工装裤吗？可是我觉得好大件欸，看起来有点胖，再加上如果我上面穿宽松衣服，我看起来整个就是胖加胖。之前好像某次公演，我也是，应该说我很常穿这件，然后今天一直宕机，然后某次饭拍，下班路饭拍，我就看我的照片嘛，我穿的那件裤子，然后我觉得我怎么侧面看起来超级胖。我腿整个粗了大概100倍这样。快收走你的手机。不可能之后握手会要玩一个。如果之后有握手会的话，你们该不会希望我复刻姿势吧？感觉是个新选项。可以复刻姿势一下，但也要那个衣服还在，希望姐姐不会扣子掉了就丢掉了，应该是不会。灯节效应，要做大事就是要这样循序渐进，有这种事？舞蹈真的天才，舞蹈真的天才。你的意思是跳舞的舞蹈，还是小慧导演？无心插柳柳橙汁，有出过，
有出过，那再出一个更帅的之类的。之前是什么？感觉可以出个什么拉领带的那种。喝桂记的蜂蜜四季春加珍珠。你都我嘛？我觉得蜂蜜四季春很好喝哎、欸。蜂蜜四季春很好喝哎、欸，我是没有喝过其他的。谢谢安西送的晚安大小姐。我觉得虽然有点失礼，但是我觉得那个蜂蜜四季春喝起来很像50号的一兰，一兰一号，50兰的一号，然后少了珍波也蛮香的。但是蜂蜜四季春比较感觉在更香更甜。我还是穿短裤的姿势，拍到腿的时候有点违和。我也以为是长裤，你知道吗？结果是短的，但其实看起来也没有到很奇怪。谢谢不想上班的压力压力，谢谢苍苍送的蜂蜜柠檬水，侦探深写男装，真的、哦。但我希望可以出个什么？学生男学生制服，然后想要拉个领带什么的，各种奇怪的幻想。谢谢空白送的压力压力，这延迟是不是有点久？我也觉得，因为我今天一直宕机。我是说我的脑袋。谢谢黑杰克送的好多玫瑰，还有 Steven 的千纸鹤。不可能刚吃完就饿了，那就去买个吃的吧。吃东西，那种不是宽松？这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有些，我觉得对我来说太宽松了。就是如果像我牛仔裤那个宽松的话，就是有点贴合腿型的话是还行，但是我这种就是那个灰色的工装裤，就是有点太空了吗？香脆脆油渣渣，没错，香脆脆油渣渣。图片到那一件，因为这件其实蛮贵的，我觉得应该要用尽它的价值。而且我能跳舞的，能穿去跳舞的衣服好像就是只有那几件。跑到哪里？没有修身是正常。手机不能带进去，你说握手会吗？可是你做个假手机，就是一张纸，然后就说墨鱼可以抽走我的手机吗？然后就这样把你抽走，然后再还你。我不是鱿鱼，也不是炸鱼，我是墨鱼。好久违哦，那个字界。我现在自己挖这个洞。握手会首先要有八单。晚安俊生，该穿燕尾服。你是说像之前林杰星前辈穿的那个吗？也俊生月赛会员票跟星空会员票。谢果酱家送的 ，It's time to go to bed。不错，果酱家成为了参会的第几名啊？第四名的粉丝。父亲节为什么要出男装？谢谢安西送的晚安大小姐，我刚刚是念过。蜂蜜赞赞，讲错了，50号的。一号，想错了，讲太快了。谢谢朱迪恩送的水晶刺叶草，还有一颗星，短的也很适合，腿超漂亮啊，是重点吗？那我觉得真正的腿真的超漂亮，有点变态发言，但是，但我真的是觉得她的腿很漂亮。整体就是无违和，不要西装加白手套就好，会很像殡葬业者。
那可能就要挑另外一首歌了。噔噔噔噔噔噔噔，没事。红的不是黑的。吃完自助餐，那你真的很饿哎、欸，那你真的有点太饿了。但是想吃就去买吧，就去吧。脑袋会活过来，会吗？但我吃的时候会吃很慢。工装看是挺宽松的，但有些工装裤看起来不会我这么宽的，我觉得有点买大一号了。黄一款有很多件，我有想过要买别的颜色。握手会要自己一个人，哦对耶。那下次握手会不会就有吴绮生啊？会不会就有吴绮生啊？你们就要去跟吴绮生自我介绍了，所以大家要准备好。因为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但只有吴绮生是现在你们能知道的，现在进行式当中，握手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不知道吴绮生会有几个人，但好像有听说蛮多人的吗？好像比我们这一期。因为他们现在是最后吗？好像是最后了吗？好像差不多最后了吧。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后，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进来，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初登场之类的。但他们现在确实是似乎是最后的阶段当中。我要讲什么忘记了，哦，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四期最后阶段的时候只有16个人，然后他们好像比我们多吗？但我也不确定是多少，我有听到，但是我忘记了，但也要看最后会签的有谁，最后会签的有几个人。收着我的握手券，收着握手券太凶，我帮你把吴绮生的握手券收走好不好？不准去，不准去！墨鱼跟珍珍还有妹妹前辈跳的玩，大小姐好帅好厉害，我好喜欢呢！谢谢你的喜欢嘛，金哥。正确来说第六名，哦，我也忘记了，我只知道前几名都是看起来就都不是粉丝。第11名其实也蛮前面的啊，我也其实也很想玩那个游戏，但是而且我甚至不知道题目有什么，面面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因为他就说要找一个完全不知道题目的人来一起玩会比较有趣，我还真的不知道销售量是多少，那题真的是太资深粉丝了。应该要在哪里呢？啊？应该要在哪里呢？再买一件，因为都看你穿那几件。你要去握南瓜，南瓜也要出道了吗？不敢说不看五期，肯定的啊，五期都还没出来，你要怎么肯定呢？
多是正常啊，但是也要看他们签几个啊，所以也不一定会多。初登场，我们的初登场，我后面有再看一次我初登场那一天，我觉得我看起来很正常，我那时候还不敢看，但后面看了之后发现我其实很正常，我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人，看起来还没有现在这么活泼。你们一开始是怎么决定要来握手的？我觉得我看起来整个人就是很低调又很正常的一个人，又没有很奇怪。然后那时候一开始账号开的时候也不怎么发文，也不怎么发现实。你们到底怎么决定要来握手会的？还是就是因为我很低调，所以你们才决定要来握手？我好像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没有羽乔玉武奇吗？没有，因为他们好像都是会跟我们错开吗？武奇要对上眼才会是我。哎，那我可以握吗？还是会有武奇来握我吗？会有小后辈来握我们，但如果是像弯弯那种，就我考虑考虑。如果像弯弯那一种，我觉得跟他握手的话，应该会是墨人，我好喜欢你，啊，好喜欢你之类的。哦，我不知道，我乱猜的，抱歉，弯弯。私底下是很正常的人啦，但是很嗨的时候就真的很嗨。为什么讯息会自己跳到最下面啊？这个霸气我喜欢，那我要退钱，钱要还我。我帮你握，我帮你握，我帮你去跟吴奇握。跟姐姐要到我的甜券之后就不去。那题我猜对耶，你用猜的，你猜对了。我真的有记叶子第十三单到第十四。面面有先答题过了吗？这我不知道，但他知道题目是什么，好像吧。Hello， 草莓酱，啊，大家一直提到南瓜，南瓜会不会等一下突然就又出现了？傻瓜 CP， 我看到那个版子，我真的是有够开心。而且我在车上有看到，就是忘记是谁传给我傻瓜的牌子，然后我就马上就把我的跑马灯拿出来，然后输入傻瓜两个字，然后那时候要进场的时候，因为姐姐说看你们要带手机吗，还是要带包包进去啊，如果没有要带的话就放在架子上，然后等一下才会拿给我们，然后我就想说我要走进去给你们拍，然后我还拿傻瓜，我看起来才是最傻瓜的那个，所以我后来放弃，我放弃，不然我觉得拍出来很蠢，好像是在介绍我自己叫傻瓜一样。欸，我那时候大喊傻瓜，感觉好像也有点在骂人的感觉。傻瓜，我那时候就是傻瓜，有点过分了。五期我一定全握，跟四期一样。我那时候已经忘记韩吉到底有没有握过我，我那时候都没有记忆，唯一的记忆就只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比如说可能叫我 Wink 的人，欸，但我也不确定现在他是谁，我忘记了，我忘记他是谁了。但是有人叫我跟曼玲 Wink， 欸，是曼玲吗？是曼玲吗？完了，完了，我记忆在衰退了。曼玲，对，因为那天他急着走，然后我没有跟他合到照，然后他就在后面在跟我走心说：“你都不跟我拍照，你都不跟我合照，然后只拍娜娜。”然后他就一直在跟珍珍在那边大走心。我那时候正常，我往后看也觉得我那时候挺正常的。谢谢 Hoin 的压力压力，听说 Hoin 又要搭飞机来了是吧？听说 Hoin 又要来了，有几个签几个，不过就早六期，应该是说看有几个要签，而不是有几个签几个，因为也不是他们。也不是公司能决定的，除非有真的真的真的超级想要的人，他们可能就会说，就是会希望他签这样，但是签的那叫什么，最后要决定的人还是签的那个人，所以还是不确定会有多少人签。我觉得谁不正常，弯弯吧，弯弯，弯弯。四级正义公募就觉得你是我的菜，我是你的菜，我是你的海鲜，一种感觉，因为都会握新成员，所以谁是很奇怪让别人想去握的，弯弯吧，我是尤恩。可能会想要看他大法师二三级的初尾都有握，所以你们都有握这样。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可能会想说你们会考虑钱的问题，所以就会先选几个握这样。第一场公演是三创那时，然后当时对墨鱼的初印象是。四期里面相对震惊安静的成员，那现在呢？南瓜姐姐，现在我还正常安静吗？我觉得现在震惊安静的应该是找你，在后台握手就好。出我每个都有去打招呼，每天坐在公司可能会遇到，是也没必要每天坐在公司啦。除非我去帮忙。我刚好像有看到踏普，但是先打个招呼，嗨，踏普。那我要往上滑。谢谢 Hoin 的压力压力，我就怕一品。怕衣品，怎样的怕？预算够的话，我会喜欢每个成员至少握一次。好选择，比起哦，这样的话，喜欢每个成员至少握一次。所以你是滴滴，第一次探安静，你说。第一次介绍吗？他好像慢慢不容易，我也觉得不容易。一品也像大小姐。你说现在给你们的印象还是大小姐，还是初登场的时候？可以跟我回家吗？他应该会这样讲哦。那婉婉可能会被旁边的 staff 姐姐抓走。四级只握四个，握婉婉她就那么嗨，没错。如果可以给你握啊，你说五期吗？
可以免握免费，不需要跟我们抢。不小心看到滑到最新的对吧？但没有啊，我就是一直在这样滑这样滑，然后它就会突然刷刷刷刷跑到最下面。居然有成员比墨鱼还饭头，什么饭头？你说傻瓜吗？我刚刚说了什么？你有傻瓜的合照？不行，非常快乐的大喊傻瓜，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我看到本人了，我看到傻瓜本人了，而且傻瓜本傻瓜还坐在一起，跟喊大笨蛋差不多。这样你 win 可能不是少数吧？没有哎，我那一天握手会只有一个人叫我跟曼玲 wink， 其他我真的忘记了。还有一个女犯是问我们喜欢狗还是猫 ？Of course， 当然是狗狗。但是那个女犯她说她喜欢猫，那我们没辙了。那我没辙了。踏步又来踏了，跟谁都忘了是马林，我真的忘了、欸、但可能他也会嘟嘴。初登场正常，后面我后悔了。什么？你后悔了？怎么可以后悔？没有人在后悔的。没握过四期，常常上次没来是吗？也只记得叫你们 wink。有啊，你还穿制服啊，黑杰克穿那个制服啊。后面还有什么？就那个女犯问猫派还是狗派，还有什么？很多都是说，就是我初登场的公演，那叫什么？第一次跳大义的那几场公演，他们都说我跳得很好。很棒，然后希望我继续加油。然后还有的人是说谢谢我们四期加入了 AKB48TP 这个家庭这个团体。反正大部分都是还有自我介绍，就是一来就说你好，我叫，或是你看我的名牌这样。哦，毕竟昌昌去握老婆了，是吧？是吧？等我一下哦，我还在往上滑哟。等我哟，怎么那么多呢？三期甚至爆卷，爆卷是什么意思？爆卷是指大爆买一波吗？四期也只握了两组。直播找你干？哎，直播找你是什么？找你的直播？找你的直播，感觉也蛮闹的。好像只有看他一两场直播。晚安you，傻瓜饭头。所以坐在傻瓜旁边的是 you 吗？是 you 吗？你需要赶快出现握手会，不然你的钱都要被 SPA 拿走了。加场了，加场了。一品真的不按牌理出牌，他不管舞台上还是私底下都是这样的人。好玩的东西，你只是去刷脸的。晚安蔡大胆。
还好昌惠我没被你认出来。忘记是谁的饮料券，别人带拿，是你吗？我甚至不知道我送的饮料券是谁、欸。第一个，我只知道后来兜粉是小明吗？小明说我有送他饮料券，但我不确定到底是哪一位。而且我现在已经忘记长什么样子了，只要没有跟名字对上的人，我就会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你的渣形象会曝光，已经曝光了，不用再藏了。我真的跟不上留言呢，你们今天怎么打得那么快？你有看到我们的见送吗？你说下班吗？见送。有吧？因为忘记了。昌会不会拉近有同框欸？感谢昌昌的帮我们不会拉近合影。我那时候坐在他们两个后面，然后这样给昌昌拍的时候，然后默默说了一句：“完了，我们的合照压力给到昌昌那里了。”感觉昌昌整个浑身散发着压力。本来没有要坐一起，但大家让我们营业。傻瓜 CP。Hello， 四毛居然出现了。四毛的下课钟跳得很棒，我都有看完，我甚至有看过你们投稿版本的哦，我有看过你们投稿版本的哦，偷看了一下，饭头坐一起，狗跟猫都不喜欢喜欢你，嗯。果然跟南瓜一样的。晚安 ，Golden。喜欢小型犬还是大型犬？我原本在我养我家那只 Oreo 之前，我是觉得大的跟小的我都蛮喜欢的。但自从养了那一只 Oreo 之后，我觉得还是小型犬。比较好一点，但没有说不喜欢大型犬，主要是大型犬它要是很乖，不会闹的那一种，如果它很调皮的话，就会跟我家那只 Oreo 一样，说多了都是泪。制服的抵抗，黑杰克要跳了吗？这期只问过娜娜衣品现场加买的，那下次该来考虑过一下粉墨鱼了吧？粉墨鱼是什么超级中二的说法？七蛋都在毕业生跟在学小朋友的对立。好啦，有毕业生我就觉得不会怎么样。我也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所有的票都拿去。买毕业生的卷，我要讲什么？拿去买毕业生的握手卷比较好啦。反正四期刚进来还没有认识，等之后熟了一点就可以再握了。还没机会握墨鱼，之后啦，之后，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哎呀！
双胞胎哥哥阿卢来了，居然是阿卢，不是小明。有名牌的确可以省几秒。之后我要是去握墨鱼，可以不用准备名牌了吧？不用，我已经认得你长什么样子，你就是一副姐姐的样子。抱卷等于没握到。哦，追星名词。了解了，之后就知道了。我话都没跟我老婆说完，她后面直接跟我说在私讯。私讯不是也挺好的吗？私讯不是也挺好的吗？哦，不对，我以为你指的私讯是指真的私讯，不是那种单独私讯的。那好像没有比较好。你是不是边哭边讲啊？你边哭边讲，当然讲不完。好了，没有要谴责你，没有要骂你，那么难过，当然讲不完。天，太多人真的要时间管理，还有金钱管理。我的另一边是章鱼烧，章鱼烧旁边是踏普。章鱼烧我知道，是不是面面的粉丝？踏普，我还真的没印象哎，可惜了，还是谁来发一张踏普的饭拍？饭面是踏普章鱼烧 U 沙油南瓜。对，我那时候好像就只有在看，我好像只有特别在看傻瓜那一区。踏普刚才在说没被墨鱼认出来。什么时候下一次参会？我再认一次。下次参会什么时候？没抽到，不是他，隔壁的。大家不用这么有默契。一张是你，哦，奥比王，对对对，抱歉了，不是小明吧？是小明吗？我发现，都粉奥比王打英文，我就会以为是小明。所以我是不是认错人？所以一个是欧比王，那另外一个是谁？莫有看我们表演影片里面的南瓜跳舞吗？有，跳得蛮害羞的。我们这桌真的很多人有饮料卷，但我都没有抽到你们，乱认粉丝。哦，那时候。在那个去参会的路上，在车上的时候，我就在看手机，然后就看一下大家就是传来的照片，然后忘记是沙友还是南瓜传了一张两个人的合照，然后我就看一下南瓜的脸，我就哦，这是南瓜，然后我就去现场之后忘记是哪时候，好像是去送饮料券吧，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女粉，然后我就觉得她长得很眼熟，我就觉得这个双眼皮大眼，说不定是南瓜，然后我就对她点头了一下，还有对她打招呼，结果我后来转头一看，发现哎，真的南瓜在那里，那刚那一位是谁？千万不要记得我长什么样子。为什么？你是不是又想飞去日本？但我还真的忘记耶，因为我不确定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这桌也很多，就是没有我，我没抽到。四毛妹妹刷脸成功，四毛很好认啊，四毛的头贴不就是四毛本毛吗？还是我记错？对啊，四毛之前不是头贴是四毛本毛吗？这桌也有很多，但我没抽到。
你也是那个没抽到的人。晚安，小明。我已经穿得很低调，还没想到被莫雨抽到鬼子。到底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啊？那我已经忘记长相了哎、欸，我真的忘记了。然后我那时候还觉得想说，因为他们抽到饮料券的那两位反应都很没有很热烈，然后我想说应该不是我的粉丝，应该不是我认得的粉丝。结果有的是你啊，有的是你啊。但我已经忘记了，我要有名字加长相对在一起，我才会记得你是谁。但如果你只有长相但没有名字，或是你只有名字没有长相，我就会记不起来是谁。为什么偷看？不能偷看吗？我全部都偷看一遍了。投稿影片没有看不到，是如果你站在姐姐的后面你就看到，你如果站在姐姐的后面就看到，如果你去烦姐姐的话，但我没有烦啦，我忘记是，反正只要有一个成员突然提起了某个话题，姐姐就会就是把它翻出来给你看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把所有投稿影片都看过一遍，好像也没有，有些影片没有点到。那我记得有一个人是吹那个唢呐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乐器。然后姐姐说她吹得很好，但是吹的那个时数太短了，太短了，吹一下下而已，不然就派你上去了。不是一样，是我们就是一个人。好的，但你们看起来没有很像耶。说好不偷看，因为我一直没有听到消息，然后我就很好奇到底长什么样子，我就很好奇你们到底要跳什么。没有一不一样的问题。所以现在是一个叫四毛宝宝的账号跟一个叫南瓜浓汤的账号是同一个人在操控，然后打不一样的字。你弟很乖，为什么要在直播上夸夸自己的弟弟？南瓜四毛的差别在于，我们会分出来，四毛负责跳舞，那南瓜负责什么？南瓜负责油吗？如果粉四毛有钱会握的，有钱再来握。反正我也才刚进来快一年。还有时间。所以黑杰克跟双胞胎弟弟小明一起做。你们座位是可以一起坐的吗？就是怎么讲，一起选座位？你们是可以选座位的吗？因为像有一桌全部都是米粉，也没有到全部，几乎。我真的很慢欸，今天就是我在吃东西嘛。
没有懂很多专有名词，我感觉我要懂一下，懂一下四八的 48的，不准讲四八。谢谢廷瑞送的金银翅膀，哦，廷瑞来咯，要跟张少彤讲哦。听说廷瑞上次被少彤抓娜娜直播间，还是哪一个直播间？然后还听说花了多少钱啊？花了几个钱啊？好像就是被抓包。倒是没哭欸，一堆人帮我开话题，我进去他直接说你朋友很多。苍苍好好哦，苍又赢。然后跟你们学你们讲话，苍又赢。金钱管理是前期的事情。还真的有翻拍哦，要看踏普去看投稿影片就好了。所以踏普跳舞影片有出现，还是你们后面在拍的那个也有？像是参会入场的发名牌，你们可以自带名牌啊！你们不是会做名牌？笔在这。有没有傻瓜失败？不是害羞，是我是五次，五次也没关系啊，你要跳出来，你要跳出来，你没有跳出来，我就不会发现你是五次。你没有跳出来，我不会发现你是五次。我就只觉得你是害羞的南瓜。维修的南瓜，你是西装男，西装男，西装男有印象哦，西装男有印象哦。那个跳极乐净土的是谁？有一个唱毕那个叫什么学生会唱的毕业歌的那个人是洛克吗？还是谁？我有点忘记。你也是双眼皮大眼？对啊，你也是双眼皮大眼。张少彤。南瓜像少彤，南瓜像少彤吗？我倒觉得南瓜长得很像我朋友的朋友，长得很像我朋友的朋友，像少彤吗？我觉得他没有长得像我们团里的谁耶。我觉得南瓜就长的是南瓜，短发是章鱼烧，短发，庆幸我在抽到饮料券前把衬衫穿起来，是穿什么衣服呀？是穿谁的衣服？不用记得我长什么样。握手会就在有握手会就记得了。IG 确实是本毛，我还是不知道是哪一位。对，我也不知道，但应该是饮料券。饮料券，券 ，OK， 没问题，券。没问题，为什么不能记得你长什么样子？我又不会对你怎么样。
直笛吗？不是哎、欸，感觉很像唢呐那一类的。在接墨鱼饮料券的时候，我也紧张到不知道怎么反应。原来是紧张啊！我还以为，因为你们脸看起来超级冷静的，也不是冷静，就是还是因为是周遭桌子的关系，因为通常某个人抽到某个人的券，券。券 ，Yeah， 券，饮料券。我这还是因为我的关系啊，因为是墨鱼，不知道怎么反应。因为是墨鱼，好像接我饮料券的两个人，就是对我笑笑的，然后就是谢谢这样，然后我也没想说，我想说应该。这么看起来没有很兴奋的感觉，应该不是我的推吧，我猜的。结果有一个是欧比王，下次要记得自我介绍，知道吗？被偶像记住是很开心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把握？且看且珍惜。我开始在劝你。吹得很好，下次别吹。没有啦，人家吹不错啊，只是他吹得太短了，就是只有几秒，大概不到十秒的那一种，整个影片长度也只有几秒。我漏掉太多了，我要开始已读不回了。我以前是怎么做到每个留言都有回复到的？又跑掉了啊啊！娜娜啊，南瓜油，座位自己选，桌是配好的，所以就跟那个买演唱会的那个可以选座位一样，是吗？左边也在看手机，你左边是谁？左边，米粉桌，座位是官方的。先不要，廷瑞啊，廷瑞被抓包了。现在是沙友开始游，沙友目前讲的很少话，我看不出来他的游在哪，还是沙友只对那个阿力前辈游？廷瑞走啦，廷瑞要走啦，廷瑞要走啦，廷瑞怕被抓包啊。到处都用你小偶像的派来的间谍啊，四毛大赢，什么奖项都有啊。对，四毛还有我颁发的 TP 帆布袋，投稿才有，后面那个没有。哦。没有踏普啊，怎么可以没有踏普呢？踏普不舒服是真的不舒服吗？但有照片，不同照片的那张有踏普没事吗？等一下就去看，还是你们直接标我那个留言算了。我等一下下播就直接点进去看，我来看看踏普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我只要再看一次，我就会记得了，我就会记得你了。小心一点，不想带。如果要带名牌，我当场回家。太害羞了，欧比王是社恐哎、欸，太社恐了。害羞的南瓜会变红色吗？那会变番茄吗？嗯嗯，先生，
哎、欸，你先生，先生好耳熟，谢谢哇哈哈的晚安大小姐。哎、欸，你先生，其实好像有听过这个名字，但是有点忘记有没有看过。有口白的毕业歌是洛克，那个口白，好想问那个口白，请问洛克先生，那个口白，你是差点要哭了吗？还是你是忘词？还是你是觉得对不上节奏，所以有点念错？那个对一零犯傻时来哦，对啊，怎么可以？怎么？第一次看到这样双向奔赴的，对自己的偶像犯傻，好神奇。但那天看你们表演真的是很快乐哎，真的是很好看，觉得很好看。朋友的朋友正好是南瓜，没有，不一样。我那位朋友的朋友喜欢的是 Nmix。我跟他不熟，笑童是因为有人截了奇怪的照片，真的、哦。可惜墨鱼没有看到南瓜变仓鼠影片，在哪里？你们既然都讲了，就是要发出来看呢、啊，你们怎么会讲一些就是看不到的东西呢？谢谢四猫送的掌声鼓励，真的很慢。对啊，为什么？我今天超级慢，8:20到，哇，现在18分，很会猜。有握手会，我也不会自己，就算是安安，我也不会让他知道我是谁。哎，安安，所以你也是小周喽。但我觉得我上台也很冷静。有，你蛮冷静的，看起来蛮冷静的。券，饮料有券，搞不好就闷骚，搞不好就跟我一样闷骚啊！我真的觉得我直播跟我上台的时候真的差很多，欸，也没有到差很多啦，就是觉得自己上台有多了一层，不知道什么东东的。有没有人说我长得像少童？好像没有吗？忘记了。我只知道我进来那时候有人说我像谁？像谁呢？像嗡嗡。可能眼睛吗？眼型之类的。噔噔噔，踏普的坡。爱做坏事的人。原来人皆像少童，那看来大家都可以来挑战参加 AKB48 Team TV 甄选了呢。我今天比较多延伸分享，有可能是我讲比较慢。你也想做坏事，但我太好认。我有点不确定。因为其实我只有看安西他自己你自己的贴文的照片，但我有点不确定你是不是长那样，你是不是有戴眼镜然后还有一点胡子的那位，还是他是别人，我忘记我是看谁的，就是反正有合照会的照片嘛，你们都会放有些人，然后就会用那个去认人。你左边是 gay 壳，是哦，你旁边是 gay 壳哦，是哦，原来是 gay 壳，完了，但我还是没有记住他长什么样子。
前置座位的报名是粉丝团报，同座的可以一起报，然后座位是官方。他今天跟我说，他说自己讲话越来越南瓜话，南瓜话是指哪样？廷瑞要走了，我也觉得他该走了。哦，他还在，那可能是中间站离看了一下，然后又回来了这样。到处都有被自己推抓到的危险，你们不管在哪一个直播间都有可能。差点帮他送隔壁台大议员，哦，真的很严重。谢谢哇哈哈的玩大小姐，我好像念过了是不是？我要来飙留言了。像番茄南瓜，听过完整版，我忘词。但你后面看起来没有到很紧张了，我觉得你的那个台风不错。我国中被说是球鞋，很容易脸红。那你为什么不叫球鞋？你怎么改名叫南瓜了？洛克 report 有写忘词，那时候他还说，他一开始开始讲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个人来认真的，是要把我们都弄哭是吗？结果后面就忘词，然后瞬间眼泪收回。哦，讲到泪水，那时候看那个前辈跳泪的表面张力。我看到泛泪耶，你们懂吗？我看到泛泪，但是我没有哭出来。然后娜娜跟珍珍也是泛泪，但是好可惜，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坐，一萍坐我旁边，我没有跟他们坐。但我真的看到泛泪，我还是冷，你知道吗？我冷了，真的超级好看，怎么会有人这么好看啊？为什么会有人那么好看？这是我看到最神的表演了，目前加入 TP 之后，现场看的唯一场觉得最神的表演就是这个，真的很神，真的很好看。我觉得没有参加到参会的人，后悔了，该后悔了。洛克表演的时候，你这座超吵，有啊，不是拿出一大堆那个跑马灯啊什么。什么都出来，还叫本名这样，徐什么的吗？忘记了。那确实不是同一个人，每一组都很吵吧？我那时候我进场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入场顺序是有规划的吗？是照年龄，所以我才是第二个，因为他是要左右走嘛，先右边走，然后左边走，就是那个顺序。那右边最大的跟左边最大的，所以就是我是第二个，你们肯定没有想到我是第二个吧？肯定没有想到吧？我也没想到我是第二个。我要讲什么忘记了？哦，对，就是我那时候一进去的时候，没有，是你们，我还没进去的时候，然后你们就是很多人嘛，然后就是哇，然后感觉比乌梅还要更大声的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感觉我好像出那个，好像突然跑到军营商演了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个呼声特别大声，很像那种韩国女团去那个军营表演，然后底下就会是哇哇的那种。我那时候真的有吓到，想说感觉跟乌美的感觉又不一样，感觉又多了更多声音。洛克那天有对我比爱心，他一定喜欢我。那你们要组 CP 吗？你们就叫我想想，仓库 CP， 好烂。
没有 take 你。那我看那天给我们做出超多饭菜。廷瑞是做哪？廷瑞也是做苍苍那一桌吗？塞十五的那个。完了，我明明觉得我现在已经很快了，但是我已经瞬间已经忘记你们这一段在讲什么了。你滴滴，你是社恐滴滴，过于是尴尬。台上吗？台上也没有到尴尬，应该说台上会有一种要接话的压力嘛。毕竟 NC 就是我不喜欢冷场，然后我就会想要去接话，可是有时候又会觉得自己接的可能那个话没有很好嘛，或是那一天如果觉得心情特别平静的话，我那天就是会比较没什么，那叫什么，比较想不出要讲什么话的。但如果那天状态就是超级 max 的那一种，我可能就会就是很好接话的，但就是看状态，有时候接话反而啊还要看话题。如果我是真的觉得这个话题不知道可以讲什么的话，我就会很难接。在哪里？今天的口头禅是在哪里？Love me， 哪里呀、啊？说到上台，这个月终于看得到你了，像周家安，谁？我吗？不是吧？说到上台，这个月终于看得到你了，你是说手牵手吗？有偶像身份就尬。可能是也怕乌美有一些不是粉丝的人吧，就是有可能是可能未来的可能会接洽到厂商，或者是有可能是路人，就像上次有一个突然说他在路上看到有那个手牵手的东西，然后就进来看了的那一位。也是会有这种人，对吧？又有人说像嗡嗡，很多人在身上找前辈的影子。那时候大家说那个弯弯像品涵前辈的时候，我是觉得没有很像，我觉得没有很像。佑恩吗？我跟佑恩像吗？我的脸真的很像少彤。你说一开始吗？现在应该没有了吧？现在认我认那么久了，应该就是墨鱼的样子。你们的婆。好的，请冷静，各位老婆粉们。没有觉得像谁。跳皮米我真的哦，那时候上次直播的时候，我本来很想跟踏普说，你有来参会的话，你会觉得很惊喜。我原本是很想说这句话，但我又很怕剧透到什么，所以我就没有讲。我们这帮面都快哭了，真的假的？其实这首歌算是我选的吗？算是我提议的，因为那时候原本是在想说，如果因为我们四期都还没有一起同台跳过什么歌过，然后原本是有在打算说要不要跳《好想见你》，或者是说如果五周年有机会的话，就是五周年也可以跳《好想见你》，反正我们就想说参会要跳一起跳个什么，然后我后来好像就是决定要跳，反正就不是
不是好想见你。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就是我曾经很想要有几个瞬间很想要跟四期的大家跳一个，可能组个团跳个 cover 什么的，然后又想说，可是又不能跳太韩团的东西，又怕就是有些人会觉得不是很好，所以后来我就想说还是跳跟 48 有关的，然后就选了这个 Produce 48的主题曲 Pick Me， 然后感觉大家四期的大家也是蛮有共鸣的，像有的人就是可能之前某个甄选跳过啊，或是之前本来就有学过这首歌，所以这首练起来应该是不难，除了弯弯弯弯一直说墨鱼要教我哦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大家也都说好啊跳这首，然后后来就决定要跳这首。在一萍眼前我真的不敢，你真的不敢什么哭吗还是什么球鞋，秋蟹也太不好听了吧，那你就叫螃蟹啊，螃蟹姐姐，南瓜浓汤里面有螃蟹。我真的会哭吗？有啊，我犯累倒不行耶，我犯累真的超好看的耶，什么我是一品的什么，哦你说座位吗？没有座位，我就你知道一开始就是大家轮流进来嘛，然后因为我是第一个进来，所以我选坐哪里都没差，就座位是看你想坐哪就随便选，然后我就想说我想要看粉丝，然后也想要看大家的表演，所以我就选择坐了一个两边都看得到，舞台跟走到那边都看得到层的位置，然后我没有想后面进来的人是谁，然后佑恩就坐我旁边，我想说就是想说可能大家会选择自己想坐位置，但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坐我旁边，我以为他们会选自己想坐的位置，想要坐的角度啦，应该说面向，但佑恩应该是没有想太多，他是想说坐我旁边，然后听说娜娜那时候进来的时候看到我旁边两边都有人，然后他只好坐在这里每次要到参会这我没事，肯定还有下次，没事你还有手牵手可以看，不是许叶嘉玉，叶嘉玉玉吗？那是念玉吗？太晚入坑了，没办法参加。哦，对耶，就是你水豚，就是你，你是那个突然就来看公演的那个人。晚安，顶 A。我们的桌次，然后年龄，太狠了。真的超像走进那个军营一样，超级大声。而且我说还没进去是指连卢卡都还没进去的时候，门关着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就一直有那个，没有，是那时候那个碧如姐姐她就开始主持了嘛，开始说哦要准备进场了，这样要开始欢迎成员，然后你们就在那边呜，还是什么哇，然后就我在外面门外听到那个呼声，我就想说。天哪，这是我们粉丝的声音吗？超级大声，我还以为我来到了军营还是什么的。甚至没有洛克的音，有啊，柯啊，有柯啊。请问在我右边啊，我右边吐司，你右边吐司。难怪你右边那个人一直要拍弯弯。那吐司很幸福他刚好就坐在佑恩跟佑阿宝跟弯阿宝的旁边
吐司很幸运哎、欸，吐司应该要哭了，幸福到哭。廷瑞在你右边，右边，所以是吐司的右边。完了，我没有记忆了。哎、欸，我真的滑掉很多、哦。右边吐司，没事啦，第一次看你有多少。迷路了，上个月公也没看到你的意思，那这个月就看到我了。水豚就是你，我也觉得不像，我也觉得不像。我们背对的时候。你说我跟佑恩吗？我跟佑恩确实只有背面的话是蛮像的，怎么可以长得这么人山人海？世界这么大，人这么多，肯定会有一个长得跟你很像的人，那个人就是四毛跟南瓜。但我觉得他们两个不像，我觉得你们两个不像，美妆不足，没有下来跳。其实那时候我们原本是打算要全部一起下去跳，因为我们只有看那个舞台的平面图，我们以为那个走道很大，我们原本是想要走在那个走道上面，然后大家一起就是分不同面向跳，然后中间到副歌的时候会这样换方向，我们原本是要这么做，但是后来到现场之后，我们就发现那个走道超级窄。然后感觉不太能塞太多人，所以后来我们就后来决定分四个四个，然后一个上面跳，然后一些下面跳。开头一下来真的忍不住，你还跟着跳，我没有看到哎、欸，我很努力的在回忆那个动作，因为我很怕我跳错，忍不住。哇，大家都是 with one， 就是因为 with one 认识的。天哪，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还有哇，我鸡皮疙瘩了！你们还有鸡皮疙瘩？瞬间有一个，刚脑袋瞬间有一个那个 with one。的那个一瞬间，然后我就鸡皮疙瘩就上来了，天哪！开始看 AKB 的契机，哇！可惜我在台上，有啦，我有尽量扫射台下的各位，虽然我还是很努力的固定了一个视线，因为我在记我的动作，我超怕我跳错了。墨鱼在遥远的那段，我看着遥远的墨鱼。你后面是怡萍，跳着看。从友人的旁边开始坐，但我以为大家都会就是选自己想要看的面相，想要面对的面相。听到里面在躁动，没错。来到一个岛，碧如姐姐说这场她主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叫了。你们还要叫碧如姐姐敬酒？你要推碧如姐姐？南瓜你太多了，南瓜你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谁来截图一下、啊？谁来截图给那个安安姐妹？我们还没开始，一瓶就空了。你们太渴了，吐司是我们那座的大胜利。真的，吐司真的很幸运，刚好坐在两个推旁边，土又赢，吐司又赢。啦啦啦啦哎，啦啦啦啦，没有下来，
他就是这样的人。大众脸记不起来很正常，不会，只要你给我一个名字，给我一个你的脸，我就会记得你长什么样子。沙油比较像 CP 发色，沙油吗？可能是因为沙油有戴眼镜吗？但头发蛮像的，头发蛮像。四毛那天绑双马尾，根本超不像南瓜，还是南瓜哪天也来绑个双马尾。吐司来啦，我们的大赢家来了。自己偷偷看 TP 没救，后来才知道 TOP 他们也录 TP。哦，好酷哦！你们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入坑 TP 后，把 TOP 跟张雨潇抓来，然后你们还犯同一个，就是当小周。诶，好像也没有，你们还有看其他人一起游。晚安，幻影战士。PB 真的赞，我以前设成闹钟。这首真的是经典啊，第一季的也很经典。那个忘记怎么唱了，我只记得那个。怎么唱啊？记得怎么跳，不知道怎么唱，怎么会有这种环节 ？Pick me， 完了 ，Pick me 啊！哎，不对啊，算了。南瓜那时候初见看公演还说：“请问你是叉叉叉的朋友吗？”真可爱。拜拜四毛，我好像太晚说了，但是还是拜拜。我的座位那时候没有想很多，南瓜就渣，男又渣。苍苍，谢谢你的闪光星星。在哪里？谢谢杰米送的告白气球，谢谢杰米。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我比较晚进去，那时候没人坐下，他们说我不再不敢坐，太可爱了吧！你在台上跳还真的是很难看到，两眼都快分开了。你说乌美吗？还是昌慧？我昌慧站很旁边嘞，其实。谢谢苍苍的彩虹糖，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哇！我说要去浪的串，被他看到了，自己保自己，加油！明天会更好，帮你做一个梗图，明天会更好，自己截，墨鱼的。长辈图，帮我加花花，旁边要加一点莲花的。死亡最近的一天，没事的。廷瑞也被抓过了，没事的。作为一个前人的告知，廷瑞表示没事的，南瓜，没事的。进来就听到你在那边说我又赢了，你就真的赢了啊，你就真的坐在旁边了。南瓜的脆应该要封存一段时间，还是南瓜要改名了？沙友也是小可爱，南瓜说他不可能吧？为什么？为什么？你本来就不是这种可爱类型。那说不定你想要绑，对不对？说不定你其实内心有一个少女心，对吧？你其实内心有那个吧？南瓜头发要再长一点吧。南瓜绑双马尾那天被说像少童，哦，真的吗？那有没有照片？没图，没真相。
南瓜可以再开小账。哦，你不是小周？对哎，那你是谁？你是好像从来没有问过你是犯谁的。他就是设定来看案的，但有一个跑去当酱油。人家是米粉炸鸡数字君精髓。哇，炸鸡数字君。这一位是谁啊？这个饭米粉，这个当米粉炸鸡数字君精髓的这一位是谁？拼命拼命拼命啊！拼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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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错。那我忘记前面的歌怎么唱。拼命拼命拼命啊！拼命拼命拼命啊！拼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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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to pick me up。里面的爱情真太甜。比如说自己是米粉炸鸡精髓数字君，所以是 U 本人吗？同一天，我和廷瑞互相安慰，加油！身为过来人，大家乖一点，不然会一直跪榴莲起不来。他甚至在拍澡泥，但旁边是弯弯。啊，是吐司吗？你说吐司吗？吐司该不要多一个叫找阿宝了吧？榴莲就不提，膝盖早就淤青了。大家真是过得特别辛苦的。哎，我是到九点。所以现在20%很正常。我想说，我的手机怎么耗电耗那么快？我要来充一下，还是要撑到9点的，撑着点。哎，完了，我上面留言全部不见了。他刚刚突然跳出去，然后就不见了。抱歉了，上面的各位，没有已读到，变不读不回了。我不是这么渣的人，不是这么渣的人，臭弟弟在这，帮你回忆起来。好久没听到 Pick Me 了，不然之前常听到的是 Nayana。Nayana 怎么唱来着 ？Nayana。说相机对焦到弯弯。这是什么超级渣的留言？这是什么超级渣的发言？在拍照你但对焦到弯弯，这是什么手法？请问这个拍照技术是跟谁学来的？直接赶上，看来手机也是看不惯我了，是吗？已读乱回吗？没问题。吐司就渣真好，我也觉得今天天气很好。突然想到这是一个游戏，然后又突然想到 NC 还能玩什么呢？我已经不知道 NC 可以玩什么了，来到了游戏荒凉的一个地步了。我已经想不到有什么游戏可以玩了，有什么游戏呀？还是你们以后可以投稿说，你们可以投稿说想要看 TP 玩这个之类的，你们可以投稿一下，投稿一下。会在某一天某月某日
出现在某一场公演当中。去直视咖啡厅，就是本来是墨鱼蹲，然后要蹲下嘛，就可以变成墨鱼撒娇。你说改那个规则吗 ？TP 知识王，成员版 TP 知识王，你是说参会那个吗？我其实有想过，但是就是要想题目这样。这个好像也可以，题目，还有什么萝卜蹲，我不知道，萝卜蹲可能要问一下。要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意见。我们已经感觉游戏都快要荒芜了，已经快找不到游戏可以玩了。看衣服，之前和同学玩就会，例如说 U N 字腿黑结下腰。我们这边下腰只有尤文做得到。那我来个。真真十六吨这样，想要参会粉丝表演，有没有可能上去玩游戏之后吗？想看黑杰下腰，黑杰真夯，黑杰又赢，南瓜头转太难了吧？这个感觉好像不错哎，粉丝投稿，这游戏感觉不错，可以考虑一下。但感觉要限制一些规则，就可能比较不能跳太卖力的东西，比如说对大风车之类的，不然我们的裙子会直接大风车。突然从游戏变特技表演，那个应该只有尤文做得到。礼拜六、礼拜日，礼拜日是难啊，礼拜六，如果突然哪一天没有游戏了，讲话题你们会觉得很无聊吗？我们可能就是怕话题太无聊了，所以才选择玩游戏。可是玩游戏玩到一个点之后。又没有游戏可以玩了。但其实讲话题是没关系，但话题，对，要看话题，也要看大家聊不聊得起来。如果大家都 get 不到彼此的梗的话，那个话题就不好玩了。话题也很棒，也能增加你们主持能力。多尝试话题，反而能让我们更认识你们吧。欸，那说到主持，你们觉得我参会的主持怎么样？因为那个主持我也是差不多前两三天才得知我要上去主持，那其实我根本没主持到什么，几乎还是面面在控场这样。我也觉得我没在讲话，很好吗？我有回话，但可能我看不出来，我不知道题目，我是真的不知道。反正我没有玩。我其实内心看到那些题目，我都想说，不知道。但是前面有前辈在，有点压力。你们懂的，有点压力。相信坐在后面的你们，答题的时候也会有压力。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前面冲上去。我们这台不走呼呼类型，呼呼类型是什么？
你就洗碗。团队合作，你们居然团队合作，好好哦！我在台上没有任何可以跟我合，面面也可能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答案。我好像不是自信吗？我想想，我觉得我不是没自信，我可能是想太多，因为是跟前辈，你懂吗？是跟前辈，然后我很怕我讲了一个，就是他可能 get 不到的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平常聊天的时候，可能对方 get 不到我的点，所以我就想说，还是既然我都犹豫要不要讲，那就是别讲，那就是不要讲。忙完回来发现墨鱼回不到最新的留言了。水豚大大，我是刚刚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突然失忆，是因为刚刚手机没电了，然后他叫我充电，然后他就突然跳到最新留言，直接叫我给我下去这样。他直接叫我赶快回最新留言，不要再回上面的留言了。多尝试多解，讲错前辈都能救回。平常可以多讨论，有讨论 ，NC 也是讨论的，就变成这个前辈在问我，我也觉得，你们想到的点我都有想到，但我还是要再想一下，没有共同主持，有时候讲出来会比较爆点。但公演 NC 的话 ，NC 我比较觉得担心的是，因为有时候 NC 我就是站在最后一排嘛，然后最后一排又都是试题生，然后跟我站在一排的，有时候可能是曼玲啊，有时候是弯弯，有时候又恩。然后像可能弯弯跟曼玲就比较不太会讲，就是接话什么的。然后佑恩的话，他会接话，但有时候我会有点 get 不到，所以还是要再讨论讨论。同期我就比较不会有压力了。有可能有，而且有时候其实你们好像觉得我好像还行，可是我自己会觉得还不行。我觉得刚接的太突兀了，或是什么的。巧克力哦，巧克力结束 NC， 但最近巧克力好像都是真正在接吧，有时候偶有佳作。又会让你接不到话，又只有时候比较四次元，对，四次元找到词了。我都说柚子有时候比较外星人，但也差不多意思啊。可能他会想到比较突然的那叫什么？突然的话吗？四贤 NC 进步很快，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有讨论的关系。我觉得是因为巧克力，我觉得是因为巧克力 NC 二只有我们。所以我们逼自己要进步，我们是上进的人，我们是努力的人。我也很庆幸，就是巧克力 NC 的人都是会讨论的人。觉得自己还要更好吗？我是觉得只要待在这个团体的一天，没有一天会觉得自己够好的吧，就一定会觉得自己还要好，还要更好吧。毕竟养成系正常都不错，但就是需要包一点。我也觉得我应该要向真真学习，真真还有弯弯，
弯弯上个月那个真的超好笑，弯弯就是一品那天不是生日嘛，然后弯弯讲了一句好了啦，一品下去了，我觉得超好笑，有点太平。世袭现在看到你就会有一种哦稳了稳了，真的吗？谢谢南瓜送的掌声鼓励，哎呦，谢谢小馆面线的掌声鼓励，我是有进步的，我也觉得我有进步，我也觉得我有进步，排排抹鱼，排排抹鱼，小雨是真的养成系，他那个养成系是物理上的养成系。谢谢小明送的告白气球，告白气球。那你们觉得，因为我好像没有特别看娜娜的 NC， 我也很好奇没有我的 NC， 然后是娜娜的话，因为我觉得娜娜的 NC 应该也算稳的，但我好像都没有特别看他们 NC。学习不错，当然要找到自己的特色去发挥。我也觉得我是有一点平啊。那你们会觉得我 NC 的时候讲话会黏在一起吗？会吗？你们会觉得我太小声，或是讲话黏在一起吗？需要摸索，我要戴上那个墨镜去摸索。大海捞针，娜娜那天挺不错，娜娜目前感觉也不错，虽然我也就看过两场，娜娜是真的我觉得蛮稳的啦，从那时候三创的时候我就觉得蛮稳，虽然我没有跟她同一台 NC 过，但是感觉是蛮稳的。尬的时候我吗？刚刚是在哪里啊？OK， KKK 各有特色。我还有滑到阿潘前辈的 repo 哎，我有滑到，可惜我那一天不在现场，不然我也好想看阿潘前辈给的 repo。对于我的，如果有我的话，尬的时候会 emoji。啊，有可能是我尬的时候，好像是突然想不到可以讲什么，拖到说话，然后就开始吼了，拖到说话。开始吼有的反应，吼油的反应，吼油的反应是什么？会开始插手，我吗？我吗？阿潘 report 很棒，感谢阿潘。我也想要阿潘前辈写的 report。好可惜，我那天不在，我也好想看看我有没有可能有机会上他的 report。现在是九点了，有人开播吗？有人开播吗？我感受到开始消失的状态了，我感受到了，我感受到大迁徙的感觉了。有两个人，那是真的大迁徙了。你还在，狗狗跟祖祖。我觉得你在世袭演绎算蛮不错的角色，世袭有时没控制住你会稳下来，我就是一个安心的存在，也还好。在收拾行李，你要回韩国还是回台中？是台中吗？忘记了，真的还要面面。每次到这种就是
整点，然后有人开播的时候，就会渐渐感受到大家不见了，就跟《哈利波特》第三集一样，消失的密室一样，大家消失了。回韩国？对啊，不是，不是就是去韩国工作还是什么的？你要去滴滴咯，没问题，反正我也差不多要下播了，去韩国找姐姐。人潮波动也可以被发现吗？可以，好不好？你们超级明显的、啊，超级明显的、啊，就可能刚刚本来还有在留言的人，突然就没了，就没了。今天会加时吗？今天不会，晚点要去找朋友，他才不会去工作，他都是去找姐姐。才刚来，他去找欧尼，欧尼，去找你的欧尼。我只是不知道什么留什么言。出新拼图了，是野餐的吗？喂食照吗？是那个喂食的吗？我不容易发现，因为我是一个影。好的，晚安，妮娜红，听着而已。明天有工作在吗？辛苦了，辛苦了，水豚。居然有36片，我姐姐少女时代的徐徐，真假？挂听就不会留言。但没有奖励，没有奖励。我于直播的时候出的，没看到。拍立得过曝，我的拍立得过曝。第一次来想说默默的听，就也没什么留言，是吗？我看你很常留言啊，你是就叫 Kate 吗？是犯谁的啊？是谁？你是谁？你是谁？野餐的好多片，拿照片而已，野餐喂食照。啊，36张拼图是吗？我现在才理解36是什么意思。拼图奖励就是拿数位拼图，36片真的收藏党地狱。不觉得哎、欸。上一张拍立得是指那个吗？花妖精的那个吗？因为我看沙友传的那个拿到拍立得那个，我觉得还好哎、欸。说来话长，说来话长吗？是韩寒前辈的粉丝，好的，好的。原来是韩寒前辈的粉丝，四八也太多张了吧？位置角度真的是怎么样？怎么那么正？你就白白的，哎呀，可能是太白了。墨鱼终于有一天是发白的了。不是发黑的，挺好的、啊，我这样看起来很白，挺好的。这是乌梅有卖南桥水晶的洗手，那叫什么洗手液吗？可以拿小卡，该收集起来了吧？
小凯，小凯，小凯，不拿吗？而且洗手液才150而已，买小卡送洗手液，你知道小卡？因为我以为是买小卡送洗手液，原来是这样吗？小卡很棒哎、欸，你们知道我有跟你们分享过这件事情吗？就是我那时候生日会不是也有出小卡吗？跟易云前辈一起。然后我那天因为我有多的小卡，然后我就分给我的朋友，就是如果有人想要的话我就会给他，然后给他当做纪念吗还是什么的，因为毕竟多的小卡就是丢掉也浪费，也不能丢掉，丢掉太过分了，对我来说太过分了，所以就是想说不要浪费它的价值，就是送给我的朋友们。然后我的朋友就，因为我朋友是范 Seventeen 克拉，他是 Seventeen 的粉丝，然后他就很常在收集小卡，然后他就拿到我那张小卡，就说：“哇，你天哪，你真的是小卡了，你居然出现在小卡上面呢，你真的在小卡，你天哪，墨鱼出小卡了，我的朋友出小卡了。”然后他就整个超级开心，超级兴奋。然后因为他有那个卡册，你们应该知道吧，小卡都会有一个卡册，然后我觉得他兴奋是正常的，毕竟平常就是有在追星的一个人，然后看到自己朋友变成有小卡的人，你不觉得很兴奋吗？反正就是他在拿到我的小卡，然后他就问我说啊，你之后还会再出其他张小卡吗？我就说要看有活动还是看有没有生日会那种的，就是有小卡在跟你说，然后他就说你要多出一点小卡，因为如果我卡册里面就是某一页就是只放一张你的小卡，我会看得不顺眼。反正就是他想要我一整页都是我这样，他想要既然我都有一张小卡，那他就是要全部收集的那一种。我朋友是有点强迫症加那个收集控吗？不知道，就是很爱收小卡的人，很爱收小卡的人。虽然我那时候拿我小卡给我朋友的时候，我觉得很尴尬，我觉得好微妙的感觉哦，因为他是我的高中同学，然后我拿给他的时候，我觉得好微妙，我居然拿着我的有签名的有我照片的小卡给了我朋友，然后他还说要放在卡册里面，这种感觉我也觉得很奇妙。哪张小卡？就是生日会那一张啊，也只有那一张。朋友为什么要收集？直接找你拍。重点就是小卡，而且还有我签名的小卡。朋友看过公演了，我朋友看过公演了。我朋友还说他不知道我们，就是你们在喊 call 的时候，他不知道我们粉丝在喊什么，然后他就在那边瞎喊，他在拿着，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拿东西、欸，反正他就是瞎喊就对了。然后他那天来的时候，我还要对我朋友们施犯傻，然后感觉他们在山顶都快要叫出来了，你知道吗？好像不知道，他们还想说，我那时候挥手的时候，他们还想说是我吗？是我吗？是我们吗？是我们吗？然后他们就看到我是在喊，是在跟我挥手的时候就，就墨鱼的那一种，就是他们即使在山顶很暗的状态之下，好像有拿东西但没有亮的那一种，我也看得出来他们是在跟我挥手，超级好笑，他们真的很好笑，我那天在台上笑出来，我朋友超好笑，我居然对我的朋友犯傻、欸、好微妙，但是又好有趣哦、喔、因为之前跟我朋友就是会
会互呛的那一种啊。你们也知道嘛，就是自由自由，好朋友们好吗？吉，但他们也算是，应该也算是有在从以前就有在支持我嘛，因为他们蛮喜欢看我跳舞的，想跟墨鱼当朋友。那你们要喊开心一点啊！啊，墨鱼看我！哦，之前不是那个高雄有拼盘吗？然后我朋友有去，然后他就有录那个限动，他有录限动，然后我朋友叫超难听的那一种，超难听，他也自认难听到自己静音了，你们就能懂我朋友那时候坐在山顶是多嗨的状态，只是没办法叫出来而已。不可能偷抢，没有，我没有偷抢，他自己也说他叫超难听的。这礼拜能再抽到车席？哦，对耶，你们要抽作业座位，记得再报座位，还没出公演位，你们要拿出啊的热情来，你们报座位，好啊，反正你刷脸就好啦，刷脸就好啊，有人就是喜欢只刷脸啊。对啊，对啊，等一下就公布了吧。等一下吗？对，礼拜三了，应该也要今天了吧？满满周家，不可能小周来这里分享快乐。A 之山，乱猜，乱预测。感觉经过参会，说不定认得出来更多粉丝嘞，其实蛮好的。先喊着，好，你的预测魔法，大家加油，加油！大家记得要去买那个南桥水晶的洗手液吗？我好像有闻过那个味道。蛮微妙的味道，有的人可以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的味道。可能我没办法接受的味道，但是说不定有人可以。但是是南桥水晶欸，还是要买，而且才150，还送小卡欸，而且还可以买三组，可以买三组。没抽到我就算啦，去找别人换，去找别人换，快点去找别人换，因为你们只能买三组，对吧？你们只能买三组，对不对？我建议你们只买三组。我猜可能是怕，也不是怕，可能是在想会不会有可能是。是厂商可能没准备那么多洗手液吗？我不确定，或是小卡没有准备那么多张，所以才限三组吗？怎么可能只有三瓶？我记得只限三瓶是吗？只能限买三瓶。小卡没那么多，小卡就是每个人一张这样，一种小卡。大家要几点去排？已经要开始排小卡了。现在是9:21，觉得我要先来念榜，我怕我迟到。第15名，第15名是青，第14名是苍苍还在吗？苍，谢谢苍苍。第13名是 Steven， 谢谢 Steven。第12名是朱里恩。第11名是哇哈哈，谢谢哇哈哈。第10名是水豚，谢谢水豚。第9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8名是暗西，谢谢暗西。这个月的 report 要再麻烦你了，
第七名是空白，谢谢空白。第六名是欧比王，谢谢欧比王。第五名是双胞胎弟弟小明，谢谢小明。第四名是杰米，谢谢杰米。第三名是果酱家，哦，果酱家，谢谢果酱家。第二名是 QWE， 谢谢 QWE。第一名是黑杰克，谢谢杰克。我到底有没有见过 QWE 本人呢？但这些名字都很眼熟，但是感觉都没有看过本人。果酱家认过了。report 二月的还没写，还拖太久了吧？二月你还记得吗 ？report 压力好大，没事啊，就是看个安心用的。我真的很喜欢看 report，、欸、你们多打一点好不好？夜排不可能要夜排吧？谢谢黑杰克，啾啾你，不可能要夜排吧？你们真的很怕买不到哎、欸。你们会为了这个吗？去年五月的 report 还欠着，那就继续欠吧，不要再发了，说不定你发出来也没有人会记得。上个月出一月，太久了，洗脑中。谢谢大家，谢谢廷瑞，谢谢踏步，谢谢大家。常常 report 都之后再补，那有点拖太久，隔了一年哎、欸。安琪可以帮我打 report 吗？去年五月大家已经记得，五月吗？五月是难以回忆的，不想回忆的一月吗？吃饱了吧？吃饱了吗？还有三颗，我赶快七吃，怕迟到。那个月根本写不出来。别难过，别难过，至少现在已经过了一年了，不知道大家走出来了没？我还没吃完，你肯定是不知道我直播吃播的规则，我从来不吃完的。光演出体验就各种泪水，听起来很惨。对啊，我很专心要读你们留言，你们比我，你们的留言比我吃饭还重要。墨鱼，值得。打 report 很累，那你开声波好了，你开声波好了，虽然我根本没听过你声波，而且我好像也听不到，我没有那个 DC， 我没有加 TP 的 DC， 而且听说好像也不能加了吗？听说是不是不能加了？哦，是在浪开的、哦、浪，这里吗？这，因为其实昨天好像，昨天好像有听说你在声波，然后我以为是 DC。不会开了，错过就没有了。难怪，我想说，
我就想说，原来是在浪，是在浪。拜托大家不要再到成员的兜粉和其他地方说声波的事了。成员的兜粉不是我的，怎么样？南瓜也要开兜粉的吗？前几天拍那个晚安大小姐那一天，就是笑唱那一天，我才突然觉得我真的很火网欸。因为那天某些前辈就聊天的时候啦，私底下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们讲了一些好笑的东西，然后有些人不知道那是什么梗，然后我每一个梗我都接得到，然后想说我以为很流行，可是没有想到原来我看那么多吗？火网的意思是说就是很常活在网络上。有解释跟没解释一样，就是接收得到很多，接收很多资讯嘛，应该是这样讲。我也不知道，手机成瘾？没有，我没有成瘾，我有成瘾症。娜娜要哭了。封锁你的串？没有欸，不是因为我火网才滑到你的串，是我官方账号的 IG 不是都会推荐吗？啊，他就推荐在那里了。不是我手滑去搜寻，是他就出现在我的 IG 下面。你可能要去跟我的官方 IG 说一下，叫他不要这么的爱看粉丝的串，不要再推荐粉丝的串给我。其实不止南瓜啊，很多可能不是我的粉丝，我也会被推荐他的串，比如说阿和。黑杰克的也看得到，还有谁？最近还有夏尔吗？这样讲，你们会不会就不敢发东西啊？不用害怕，我不会去海巡什么的，我不会，我是真的只有滑到才会看，我不会去打扰你。我不会去滑。谢谢 You 送的 Yali Yali， 还有 Stephen 的 Yali Yali。 真的是演算法，真的是，请相信我。官方封锁你吗？不行啦，我不会封锁可爱的粉丝们。写黑几颗的眼泪眼泪，说不定安安就是这样看到那一篇，我也觉得。但安安不是说每次粉丝发串串还是什么的，都会就是觉得
很麻烦，不要再发，还是什么忘记了，忘记是在哪里看到的，是南瓜的脆吗？好像是南瓜的。我好像有看到什么，安安说他要看的时候都点开都要麻烦一点，可能是他没下载吗？还是什么？海巡是少彤娜娜，那个就是不同 level 了，真的 next level， 战场转移到脸书。欧比王到底是多怕被发现？各种刘海。对，黑杰克有时候发的那个串会看不懂，好像有看又好像没看的感觉。不要再看了，是你的，那就滑到啊，滑到就点进去看一下。Sorry 啦。看着他删除的，独自 emo， 黑杰克真的会独自 emo， 各种 emoji， 我都会在想这个 emoji 到底好像在考验我国文考卷一样，你懂吗？我觉得看你的文好像在考国文一样，这句话的意思是 A 是 B 不是。然后想说，到底是吗还是不是？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看不懂，算了，不猜了，不能乱猜。但本来就是大家想发什么就发什么，也没有一定说要发成什么样子，所以有看就好。甚至没有标点符号，没有吗？我唯一看得懂的就只有，就是可能开心的 Aki 之类的，喜欢 Aki 的那个文之类的，可能会发饭拍什么的，还有那个幽灵水晶啊，幻蓝小熊啊。一粒呀，现在9:30了，我觉得我要下播了，不然我要迟到了。我也有唱，笑唱的，我有看到，而且娜娜有滑到，她还贴给我看，她说墨鱼好正之类的。你才刚来，抱歉，要走了。小硕，下次请早。跟小硕打个招呼 ，Hello， 然后拜拜。娜娜也好可怕，娜娜应该是最可怕的那个。好了，我觉得我要赶快下播了，现在9:35。大家晚安，大家拜拜。最可怕的是少彤，少彤我不知道他会滑到什么程度。哦，对，我走超快，抱歉的几米钟，然后又回来。好了，我要走了，拜拜，大家晚安，大家晚安，拜拜。It's time to go to mean friend， 好难听哦，拜拜，我要关了，星期六见，拜拜，谢谢水豚的压力。
五四三二一，拜拜，拜拜拜拜拜拜。